们被关在监狱了。出差耶。哎，姐姐，你按了。我按了。镜头降价 ，sorry， 再一卡再来了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没有是三，还是吃了毛巾？快点，讲完。没有是三，还是他，我是妹妹。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闪道餐厅，我们要下礼拜六再去吃外婆的母亲节那就生日。讲完已经讲食物了。冰淇淋最后再吃好不好？哎，今天小黑爸又来啊！小孩子你又来吗？是不是？哇！小黑子不是在大家好，我是小黑子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四个姐姐会是冰淇淋。好。我要看你啊，是要拍你的、啊，你这么可爱。哦，还没拍，我来看他。看谁啊？看姐姐啊。姐姐还没，姐姐去抢东西吃啊。不分给我们吃啊？会啊，会帮你拿。哇，这餐厅有没有看起来好豪华？有没有很高级的感觉？妹妹，你是喜欢吃高级的餐厅吗？嗯。像这么高级的吗？有冰淇淋、哦、不高级的也会有冰淇淋吧？可是我要的是不高级，那你觉得上次去吃芙蓉便当那个餐厅可以吗？那个餐厅可以要有冰淇淋。那个餐厅没有冰淇淋啊，纳米哥也没有冰淇淋啊。那纳米哥可以拿？可以啊。啊？那就是有我喜欢的就好。好啊，那你喜欢爸爸吗？喜欢爸爸，对啊，那就可以啦，里面有爸爸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怎么啦？小师傅的这个啊、哦，用小师傅的这个，好嘞。你跟就结束，对，再过来。好，那要不然叫你妈做这一道啊？我们十点半就到了。那么早？我想说，说不定会塞啊。那妈妈帮你夹吗？好。妈妈你来吃好。有办法咬吗，妹妹？拿你帮忙咬。帮忙，好嘞。可以吗？好烫。好烫，是吧？应该已经凉了。好里面的。可以啊，吃这个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